我 beloved Dub Dub。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公园》，我是 Elvin， 我是金花，我是 CS， 我是小王。你跟那个离太近了。我是金花。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瑞克莫蒂啊。瑞克莫蒂，他是美国成人动画科幻情景喜剧。该系列啊，讲述的是这个疯狂科学家瑞克·桑切斯以及他容易受影响的外孙莫蒂啊，自己这个家庭生活，还有这个跨维度的冒险奇幻经历。有意思的是啊，这部动画片的主创之一，同时也是废柴联盟的这个制作人是吧，也为这两个角色同时进行配音，好多像那个什么变变动先生，就那类似于那些的都是他配音，而且配音特别逗，他是喝完酒再配音、真的是要喝完酒再配音是吧，每次上来之后先喝几个 tequila， 喝完之后然后再去配音，然后那个格呢是通过喝啤酒然后还是他自己打的，反正也是有生肖加进来一块一并喝成的，就这样去配音，这很自然哈，所以他这格出的很自然。我以为他是应该是喝点啤酒的，带气儿的。可能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爷爷瑞克老爷，老爷，对，应该是老爷或外公哈，南方人习惯叫外公，他们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的。对，老爷的话，这是全宇宙在他们这个整个动画片里边，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他的聪明程度已经达到了说他能发明宇宙飞船，发明了这个穿越平行时空的这个时空枪，发明了这个就是能快速穿越宇宙的这个更叫什么超浓缩燃料，什么还是暗物质燃料等等这一系列的发明创造是信手拈来，有时候就吃了早饭的时候就做出一个 AI 机器人了，完了这个机器人帮他去切黄油。对，这机器人人机器人还真是你刚才说那 AI 机器人特别准确，他就不仅仅是个机器人在那切黄油，他还问你我的使命是什么。对，然后他说切黄油，然后结果那机器人都特别的垂头沮丧的说我就是这样吗？对，特别神奇，他刚把机器人做出来之后，机器人说第一句话从哪里来，我需要去干什么，他开始思考这种问题了，都是带有思考的。而且这老爷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形容成就是一个邪恶版的机器猫一样，你要什么它就能做。就是有一集我记得是那个莫蒂跟他说，我想要一个药水能让我最喜欢的那个女孩能看上我，然后这老爷就说好，我给你一个，然后拿出来一个，你知道那个鼹鼠吗？我拿鼹鼠的这个东西高纯度提炼的，这只要喷到你身上的话就能让他喜欢你。然后还有的一些的话，就是我还记得有一集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去了一个古董店里边，古董店里边那个是一个魔法，但是他仍然能用这种就是科学的方式给他去解释，你这些魔法所有的物品全都是用我的这个科学的方式帮你去解除他所有的诅咒等等。然后最逗的就是他有一集他把自己变成一根黄瓜，然后他在那个没有办法行动的基础之上，他就滚啊滚啊滚啊，然后滚到那个地下道里面找了一只蟑螂，然后就胖揍了一顿蟑螂，然后把蟑螂腿给拿过来之后，然后有了自己的行动能力，然后呢他又通过他有了蟑螂腿这个行动能力之后呢，他又引诱了一只老鼠，然后又把那个老鼠的鼠脑又给拿起来，然后搁在自己脑子上面，说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发明创造，即便他是一根黄瓜的时候。大家脑补一下，一根黄瓜完了长得应该是四条蟑螂腿是吗？然后有着这个老鼠的大脑，就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发明创造。莫蒂呢，我们如果说是正常的理解的话，他就是一个普通小孩，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好像13还14岁的这么大的一个年纪的一个小孩，然后呢生活上面的话就是非常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学校里边也不受人有尊敬，或者说也不是一个很潮的孩子，对，就是野比，就是野比这么样一个形象。但是他还好是没有什么大熊啊等等，像什么大胖虎这样的人会去胖揍他，所以的话他的生活就基本上围绕他姥爷，就变成姥爷的小叫什么跟班的，然后天天呢就是跟着姥爷没事干，就是天天带着他就穿越平行时空带他一起去玩，他就见多识广，越来越有这种经验主义的东西，告诉说一看见这东西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这个是那个星球上面的什么什么什么物质，全都能倒背如流。然后慢慢的他就在第三季里边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已经不是一个 loser 了，他已经是一个极客了，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他在整个家里边的地位其实是比较低的，可以说就是他们家他爸他妈肯定这个他不是他爸是地位最低的吧？他爸，咱说到他爸了啊，就说一句，其实他爸像谁呢？就是《南方公园》里边这个兰迪。我记得有集好像他妈跟他儿子说：“你不要打击你爸爸什么在科学上的自信心。”哦，对，那个还那叫冥王星那集，要说那个冥王星不是一个星球，然后他爸说。不可能，他曾经是，他现在也可以是，科学是要辩证的。然后他就认为自己是可以把这一切全都给搬过来的。还有一集我觉得特别逗，是他爸是一个广告人，是一个广告从业人士。然后他爸呢，其实非常有这种就是想把一个广告做好的欲望。正好有一集呢，是人家误打误撞把他跟姥爷两个人全都逮到了他们那飞船上去了，去乘坐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虚拟的那个虚拟现实的系统。他在里边就是开始给人家那个广告公司的，给那个就是美国农业部吧还是什么，给人提一个苹果的案子，告诉说什么是苹果，我们在什么时候想吃苹果，我们在饿了的时候想吃苹果，所以饿了就要吃苹果，你看我这广告创意怎么样。那边那个人都说好好，因为是虚拟的嘛。结果他拿着这套案子就回到现实中跟他们老板提，老板当然脸色都非常的凝重的说，你丫滚蛋，你丫明天就辞职，这样的人怎么能跟他老婆睡觉呢，特别逗。反正他爸反而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因为每次看到他爸的戏我就想起兰迪了。他爸是个真的 loser， 是吧？他爸是个真正的 loser， 因为最后连工作也没了，后来没工作了啊、后来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就他妈应该也是一特别聪明的人吧，你想他爸这么厉害，他妈还挺聪明的吧，是吧？我觉得在设定上他妈很聪明，对吧？他妈是一个兽医是一个那叫什么那个词儿叫马的心脏外科医生吧。 对给马做手术，天天是。有一集里面他们两个互相想象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爸就把他妈想象成一个就是宇宙第一女强人那种特别妖魔化的一个样子，然后轮到他妈想象他爸了，然后出来是一条黏黏的大虫子，黏糊糊的，然后也没什么自己主意的，然后他爸说难道你就这么想我的吗。也特逗的是他爸自己看到这个形象之后，然后他就冲那形象一伸拳头，然后那个形象马上就转过来拿屁股对着他，然后撅着，然后满脸特别的害怕的那种感情。他爸说、我在你心中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特别逗，你说他们俩怎么就是结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家庭的，他们俩也挺奉子成婚是吧，也演过因为奉子成婚、对，说到奉子成婚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家里还一个姐姐小成员是17岁的姐姐，就是咱们的这个外孙莫蒂的姐姐、也是一个挺有意思挺有个性的一个小姑娘哈。一个严重的手机症的患者，就是前几季里边我们只要看到这个女孩出现的话，永远都是拿着手机在那发，不管给谁发就是发。前两季里边我觉得她的戏份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到第三季之后有一个非常形象上的转变，她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这就是手机的狂热爱好者了，她开始跟着姥爷和这个外孙跟莫蒂然后一块儿去到这个外太空开始穿越开始怎么样的，而且自己甚至想要留在那边。当然中间其实发生了一个环节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离婚之后然后这女孩就自己变得非常要强，到哪儿之后全都是烧杀掳掠，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现在承担起了这个第三季的一个主要角色。因为她姐还是一个挺有主意的人啊，有点那个我觉得她姐身上有些性格有点遗传她姥爷的，挺有个性的一个姑娘，不像她弟似的就是她爷让她干嘛就干嘛，她姥爷带她去一个外星然后想把那个种子带回去说让他那个把种子塞他那个外孙的屁眼里带回去，然后结果人家当时现场就是说我们这儿新有一个仪器你来测试一下，就是测试屁眼里有没有东西。这外孙跟着他姥爷没少被坑是啊，我就说那 Summer 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一集里边他一直特别反对那个 Unity， 就是反对那个对国家进行统一统治的那种人，然后他一直致力于推翻那个 Unity 的统治，但是发现推翻之后其实这国家更乱，大家就是打成一锅了，就他是理想主义者嘛，这是应该是很典型的那种美国理想主义者女孩。其实她的形象就像那个在那个对废柴联盟里边那个金发女孩是很像的，就我什么都要反抗一下，然后我要宣传自由等等这样。你看现在我就是又看到那个这个爸爸 Jerry 的这张脸了，跟他妈兰迪多像，那种无辜的眼神。他比兰迪还要 loser 一点，还要 loser 一点，因为他是更没主意，兰迪还是有自己的主意。对，而且主要是兰迪他们家并没有一个这样的老爷，对吧？因为实际上南方公园里边那个兰迪他们家也有一个老人，但那
那是一个坐在轮椅上随时准备去死的人。就是这里边这个其实核心是这个老爷是蹭在这个老爷虽然这么聪明，但是他没有地儿住，对，蹭在这个爸爸家住。这种家庭好像在美国那边也不多吧，就三代人住在应该少，应该很少，很少。一般这老爷会有地儿住，但这个老爷可能就整天发明创造，然后这个在平行宇宙里穿越，所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最后是回到了这个女儿家住，那实际就是这个爸爸家嘛。这个爸爸就会不太爽。对，而且我觉得他爸爸为什么这么衰啊？就是因为这。有他，对，他姥爷限制了，有他姥爷趁着，然后会发现就是他姥爷不光蹭在他们家住，还特别特别强大，然后什么都可以弄。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就开始更崇拜姥爷，对吧？然后女儿又正好在一个青春期玩手机，所以他很孤独。他我觉得他限制了，所以他限制咱们这个家里的男主人杰瑞的这个对对上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爸爸经常想显，但是每回都显不出来。他那儿子跟着那姥爷时间长了之后的话，懂的东西比他还多，所以见了面之后，他儿子就是。多多少少会有点看不起他爸，他爸就越来越萎靡，越来越不振。包括到第三季里边，他都离婚了，然后自己没事自己单独住了之后，然后他就说：“我约会，我不能约正常人。”他约了一个三个奶的一个外星人，是三个奶，对，是外星人，特地约了一个三个奶外星人。然后等他这儿子过来，就是你看我这现在泡这马的不错吧？就跟他儿子还那显摆。然后他儿子说：“他就是男人的哪个星球的人，我认识他。”那咱们刚才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庭成员这几个人，出了三季了，我觉得每集都很精彩，而且他的每集其实时间不长，我印象中好像就20到22分钟吧。虽然你别看时间短啊，但是他这每集的这个内容量可真是信息量比较大，很大。因为我曾经就是试图一边剪咱们节目一边看这个动画片，但完全不行。他这里边人物的这个说话节奏特别快，瑞克和莫蒂。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动画片，在哪儿啊？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大制作呀，然后大宣传呀，结果它就在粉丝之间，在地下组织慢慢慢慢开始繁衍跟发酵。我真是从第一季就开始看，因为在第一季应该是4年前了吧？因为它虽然是三季，但它并不是每年都更新。是在一个叫成人游泳电视台，叫 Adult Swim，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视台叫这名啊，但是听着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这个口味很重的一个电视台。对，而且这本身虽然是一个动画片，但是它的确挺成人向的。对，它就是一个纯成人的动画片，它其实有点像《南方公园》跟《飞出个未来》的混合体，是但是比这两个还都会更进一步。它没有《南方公园》那么政治，它里边并不会提到太多政治向的东西，它更到了就是人性根本的一些丑恶。然后它对于科幻的梗的玩弄呢，又特别像《飞出个未来》，估计看过《飞出个未来》的会少，特别像《飞出个未来》这种对于科幻更进一步的天马行空。感觉起来这个动画片有点偏民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当然它是官方，但它没有那么就是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不正确，或者你看不出一个特别明显的它的一个政治立场。是他们俩，你想都跟美国总统都拍肩膀称兄弟了，美国总统不份儿他们还能治美国总统？他们没有政治的问题。就是你说怎么他们这个俩制作人还跟不是是角色？哦，不是那个。对，所以说他特别逗的是一个什么，他也没有见过特别大的这种广告宣传，或者说变成耳熟能详，你会发现他在豆瓣的很多评分巨高嘛，巨高的原因是什么？都是粉丝投的。对，因为其他人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的，所以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听到一个人说，哎，我看瑞克和莫蒂，你就会感觉他是你的亲人。对，哎，我听黑水公园。像我们有一同事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你喜欢一些流行音乐，我不觉得她会看这个，结果我的头像不是前一段换成瑞克和莫蒂的吗？她会说，哎，你怎么换了瑞克和莫蒂的头像？我就哇，就一下距离拉得会特别近，就感觉喜欢这个东西人都是一家人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一个同事吧，也是一女孩，穿了一件那瑞克莫蒂的一件主题的那种文化衫，然后还她就把自己英文名给改了，改成 Summer 了，改成她这个戏里边这个姐姐。对，就是特别逗的是，你觉得她很低下，应该不会有什么人知道，结果后来你会慢慢发现很多人都在地下的这种暗暗的喜欢他。我就跟你说，就是如果大家都喜欢一个东西，其实不表面明说出来，有些东西它变成暗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听着有点像搏击会了啊。就你比如说我在桌子上摆了一个 Mr. Missy， 就是那个娃娃，昨天你还问我那是什么，然后那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有一集他们一摁那盒子就会出来一个蓝人，蓝人只要帮你完成愿望了啪就炸了，然后他说我的使命就是死亡，然后那个蓝人说的啊，我就买了一个那小蓝的人偶搁在那块儿。就是很多人看，有的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好丑好丑，但真的就是有同事过来说，哎，你有这个，我觉得说，哎，那你也看这个，我们就暗号一样，两个人互相聊。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成了一个民间传播。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这样，就是最关键的在于，
这个片儿其实是有很多亲情层面，有人会跟人聊，他们会说因为亲情啊，或者说有为因为丧文化呀，很多人拿这个去跟那个码头比嘛。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纯丧，因为他没那么丧，他更多的表现的是丑陋，我觉得。啊、但我看都是家庭的温暖、啊。对，最后会回到家庭温暖，其实都很丑陋，但他们最终是特别温暖的。就是你看，刚才爸爸也提不起来，是个，其实他妈妈有问题，他妈妈是个外科，就是这个给马做手术的马心脏外科，但他内心深处是认为自己应该当给人做手术的医生，这是他心里的坎儿，他一直这个自尊或者说他这个荣誉是受挫的。这个老爷其实很冰冷，他看起来非常冰冷，因为他实际为什么要跟莫蒂在一起，因为这个他这个外孙子是个傻子，这个傻子有这种傻子电波可以从大脑发出来，可以把他的聪明电波给挡住，可以不让平行宇宙的人来抓他，他那么有优越感，而且有他这个外孙在场吧，他不用跟他解释那么多，你要不跟他较劲，反正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就完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那个以前他孙子问问题，他姥爷都说不要问。然后对对对，后来他孙子开始问题越来越多之后，他说以前你还没那么多问题、啊，你就然后做就完了。他姥爷应该以后找他爸一起合作。后来不就这样带他爸出，后来又带他爸出去玩了，带他爸比较过瘾。人家说就是他后来每集还会回到家庭这个的，对他会回到温情这条线。让我后来有时候会想到成长的烦恼，就那个家庭。反正就是他融合了很多东西，但是说起来就是我觉得关键点他能成功是他的脑洞，他的脑洞太大了，对对对，而且他的脑洞是一种真的是反了很多原来科幻已经被定义成就是被定义了的东西，就是怎么讲，就是很多科幻其实我们会在内心想，哎，他们要这么拍会不会更好，但由于电影长期的这个制作呀，或者说长期的套路啊，它会形成套路，不愿意去轻易改变，甚至一些话题性的东西都已经是有定论，你不要去触碰。但是他呢，就由于是低成本小制作，然后在这个地下传播的这种感觉，他可以去反抗所有这种东西。比如说那个，我就有就单提一下，比如说有一集我们讲到平行宇宙，其实你们想，我觉得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想过，我们拍平行宇宙能不能俩屏幕同时拍，就这个屏幕看上下分屏，跟玩那个三国无双似的，俩人玩上下分屏，然后大家说话都是乱的。其实这样的情况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屏幕在演什么，因为你听到的语言全部都是混杂在一起的。这个在正常电影里不敢这么干，但是这个片儿就敢。这个片儿的平行宇宙就是屏幕中间分条线，上下两边同时演，而且同时说话，你同时听见，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甚至最后分成四个宇宙，然后四个宇宙同时在画面上出现，然后互相说话，你在眼睛不停的要追看这个屏幕，这个人在哪儿，那个屏幕人在哪儿，他根本就违背了正常观影的或者说看电影连续剧的这个习惯。但是这个片儿就敢这么干，这就是他怎么讲成功和在地下传的火爆的一个原因。口碑，这也是他形成口碑的这个一种玩法的过程，就是敢干。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剧啊或者怎样，他特别注重这种什么用户的口味啊，对对对，他努力去迎合，是没错，努力去迎合一个巨大的群体、嗯、但我们看瑞克莫蒂里边他正相反，对，你们想看什么我就偏不那样，对，我就给你看你可能难受的东西，对，面向是那些真正喜欢他就是愿意追随他的人。但是其实这种就是由于我们长期在电视里没法看到这种特别跳的特别脑洞特别反人类的这种设定，突然你看到他的时候会产生共鸣。其实我真的看这个片特别早，我喜欢是因为我从第二集就开始爱上这个片了、嗯、第二集就是那个叫什么雪球Snuffle 是叫雪球吧，就是讲他们家那只狗的故事。我真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我很早之前我就想过说我以后要写一篇小说，就是科幻小说，就是这种设定，但是一直懒癌发作就没写过。你喜欢狗的那个是吧？我特别喜欢那个，因为那个设定真的这个我觉得他没有给答案，他没有给出答案这件事儿对与不对，但是他里边的这个故事讲起来会让很多人不敢去讲或者说不敢去触及。他讲的是什么呀，故事非常的，他虽然只有20分钟但是内容量非常大。对，然后其实他是一条这集是平行线，两个故事同时进行，一个故事是盗梦空间，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老爷带着孙子，这个孙子想得个 A 吧，然后他们就潜入到这个他老师的大脑里边去，这个进行在他老师做梦的时候进行盗梦空间，然后一层一层的要去植入，给我一个 A。 但是他在干这件事的同时、哦、他们家里边不让他们走，说的这个狗跟家太闹了。哦，想起来跟狗跟家，这后来是玩榆树街噩梦的。对对对对，就是那条线我们就先不讲，就是说讲狗的这条线，这故你看20分钟养了两条线，然后狗的这条线是什么呢，就是他爸爸说就是你发明那么多东西你连个狗都弄不了，然后这老爷就给这狗造了一帽子，嗯，戴头上之后就是他就变得有智慧了，你让他上厕所他就会自己去那个卫生间上厕所，因为
昨天晚上我还陪人去遛了个狗，这养狗真是挺费劲的，嗯、就结果这狗就能自己上厕所，就觉得特别爽嘛。然后他们就把这狗这么放着养，然后那俩人不就去盗梦去了吗？然后他们这个家里边等于老爷不在了，就没有这个科学的大拿了，这个狗就慢慢发展起来了。然后，哎，我就把我这帽子给，我把帽子改进一下，我就能变得更聪明。然后这狗就越来越聪明。改进的方式特别逗。打开之后发现只装了两节电池，是六个电池的口，然后就把电池给安上了。不是，只有一个电池，他发现那狗发现怎么只有一个电池，其他电池仓怎么都空着。对，反正都装上之后他就变聪明了嘛，变聪明之后他就有智慧了，然后自己做了个机器，然后可以说话了。我觉得特别酷的就在于他晚上跑到那个姐姐屋里去嘛，就让姐姐噩梦惊醒，看见一只狗在他面前，就问我的蛋蛋呢，因为这只狗被淹掉了，我的蛋蛋去哪儿了。我特别喜欢这个梗，因为我经常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一直想写一个小说，就是有一天外星人进攻地球，然后他们不杀地球人，他们就在地球上悬浮着，但是会不停地把男人抓走，把他们淹掉，然后放回来，然后直到有一天最后人类打到外星人那块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们，然后外星人会说，因为我爱你们，我跟人类学的，你们对宠物就这样。所以我一直想写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其实它跟这个梗是一样的，它就是那个当动物已经有了智慧，第一件考虑的事是我的蛋去哪儿了，我要跟人睡觉，你把我的蛋拉掉了。然后后来还包括名字问题，你们管我叫秀秀，太傻了，这个名字太傻了。因为其实很逗的，每个小孩都会觉得，反正我觉得自个儿名字是一个很念起来很绕口的，我会给自个儿起个新名。然后你的名显得很有学问、啊、对，但是念起来很绕口啊、哦、我觉得。然后那个狗也一样，他也认为秀秀这个太傻了，给自个儿新起了个名字叫雪球。对，雪球。然后他就开始控制了，就越来越厉害，控制了整个这个屋子，然后把这家里人都控制住。这个时候老爷跟这个外孙两个人已经盗梦成功了，那个盗梦的故事是另一条线，也很复杂，就不讲了。盗梦成功回来之后，发现家里边被狗给控制住了，因为狗已经变成装甲了，就能带着其他狗一块把这些人都控制住。然后这个就是演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们都被打败了，人类都被打败了，狗开始统治世界了。然后作为这个莫蒂这个外孙子是唯一对这个狗特别好的，我觉得好的原因是因为他傻，就是这个外孙子比较傻，不会折磨狗，所以狗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宠物，然后可以交配，可以跟他最喜欢的那些美女们在一起生活。哎呦，就是我，所以就是我觉得，然后那个你想当莫蒂，对对，我非常想当莫蒂，因为我觉得这点想的也特别有意思，在于我们看一般科幻故事讲到这块的时候，都会说人类要去反抗。嗯，其实你想想，真的到现实生活中，我为什么要反抗？我真要说，有一狗统治着我们，天天把我最喜欢的妞弄在我身边，可以就除了睡觉没别的事儿，还管我吃饭，我觉得比现在生活好多了。我为什么要反抗？其实一般电视剧不敢这么演，这个就敢这么演，这男孩就不反抗。对，这典型的温饱思淫欲。对对呀、啊、对呀、啊，但你对对，但你想，就是我们上班不也是在替人工作吗？就是一个道理吗？啊、你那也是工作。对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老爷，但最后老爷还是来了，就给了他把药吃，然后特别逗。就蒙这小孩，让这小孩吃药，反正说了一堆话。小孩吃了之后说：“这药能有什么用？让你肾衰竭，就让你不能搞了，你不能搞了，你就该想自由了。”结果这个跟这个小孩讲什么？说我们在梦里呢，因为前边不是有那个梦的梗吗？说我们回家，然后狗控制我们的时候，我给他植入了一个梦，给他植入了一个这个功能，让他睡觉了。咱们现在全在狗的梦里。然后呢，你吃了这个，你就肾衰竭了，你就要治疗了。然后这狗就要治疗它这。因为是他最爱的宠物嘛，在治疗的过程中，其他狗就来跟这个雪球说的，咱们已经经济危机了，经济赤字了，因为你用大量的钱来救人类，然后这个狗就急了，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救这个人类，因为我特别爱他，然后说我们不能像人类那样，突然他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在做人类做的事儿是一样的，他们在奴役人类，把人类当宠物，然后等等等等，突然他就梦就醒了，因为他在梦里嘛，这个狗就梦就醒了，然后他又回到了自己那个装甲上边，就召集了其他所有狗，然后就离开了地球，最后跟他们说嘛，说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地球会伤害人类，所以就是这是不对的，我没有解决办法，唯一办法就是我带着所有狗离开这个地球，反正这集就。这样就能结束了，特别可怕。世界失去了狗，人类就要拿猩猩当宠物，然后就是星球崛起。这集啊，我特别喜欢他后来的那个《盗梦空间》加那个《榆树街噩梦》嗯，这两个玩在一起。因为《榆树街噩梦》是我小时候看录像带的时候、嗯、看的，应该算是第一个外国这个恐怖片。嗯，点就所以他能产生共鸣。他在电影里边其实是一个职业，他要每天晚上还要回家，完了回家你发现他们家里人跟他长得都一样，烂了的瘤子脸。
瘤子脸，然后还上学，而且他还有那个职业烦恼，就是他回家也要那种凶狠的说话，完他妻子还说的，你能不能回家不要这种态度？他会去外延的想，对，他会去外延的想，就像刚才说，就是这个人类被狗奴役之后，有女人他就不反抗，其实就是一种外延。因为之前跟人聊天也说到过，就是有编剧朋友聊天，就我们现在看很多人设，就是给你设起来了一个30岁单身的一个男人感到很孤独，我就会问他，那这个男人30岁特有钱，还是自己努力成功特有钱？他单身，他不是他孤独是孤独，没有交女朋友，他的性问题怎么解决？你必须给我一个结论。他不可能从20岁，他还很有钱啊，不是说穷，他能够去出去找小姐，他也可以交女朋友，就是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身体会受不了。但是我们在设定的时候，从来不会去考虑他的性问题如何解决。但这个片儿里就是只要有跟性沾边，马上就得先嗨起来。然后就多说一个，就是刚才小王讲那个联合体那集，其实也是这个感觉，就是联合体讲的就是他们到了外星，有一个种族，那个种族是那个所有人所有这个种族的人都是一个思维，你跟一个人搞对象就跟所有人搞对象，你能想到第一件事是什么？如果跟他搞对象，我一定会选择多屁啊，对吧？就对吧？所以那个片里边也是老爷就是在体育场里跟一群这当时原话这么说的，咱们不能就这样开始，我们一定要在与那个叫什么你们这儿最大的体育场里边，我乘坐的滑翔翼穿着山姆大叔的衣服然后飞下来，然后你把咱们整个星球上所有的红头发的女孩全都聚集到一块，对啊，就是然后再开始。他很真实，他的人设并不是高大全，是真的很下三滥，但最后会给你回到一个温暖的路线。但是像刚才狗那集我说什么，就是一般人不敢去触碰这个话题，因为我记得里边还有一只鹿死了，然后有一个外科就是这个给鹿治病的医生出来去阻止那个猎人去抓这只鹿，还说呢，我是一个动物保护者，我发誓你不能，就是我一定要捍卫所有的动物，但是不除了给他阉割安乐死和吃他的肉，就是你会发现人本身是矛盾的，这些话题一般不敢有人触及，但是这个片儿就敢割出来。其实联合体看到中间你会觉得联合体是坏人，这联合体就是他们去侵略任何种族，然后往人嘴里边吐东西，然后吐完之后他这个人就变成你，他就变成实际上变成大家思想高度统一，这、就是、风潮思想嘛，这基本上是完全不符合美国的政治观的，美国一定是要宣传个人的这个思维独立问题的，对吧？但是在这个片里边后来怎么样，这个 Summer 这个女孩就是她姐姐一直在呼吁这些联合体起来反抗这种风潮思想，反抗这种统一思维，然后这个老爷呢就跟这帮联合体在不停的在开性 party， 然后在开性 party 的时候喝多了，这些联合体开始吐，这些联合体开始吐的时候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把这个东西吐出来了，他就回到了自己的正常状态了。这个时候发现他们就开始脱衣服，说你看我的乳头是圆的，然后我是有尖乳头的，有带环的乳头的，有各种各样乳头的，是圈的，就是圆大圆圈，乳头是大圆圈，我们是高等种族，这是另外一堆人把衣服脱了，我们这乳头是尖儿的，是跟一锥子似的，我们是高等种族。结果他们在不联合的情况下整个世界混乱了，两波开始打，为了乳头长成什么样。而且他那个里边人很多，他那个 Unity 自己在说的时候也说，就是我其实在去亲这个，就是怎么说同化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其实是个强奸犯，是个恋童癖，那是个杀人犯，这是个什么，现在都没有了，整个这个世界一片安和。就是他并没有告诉你最后大家思维统一好还是各独立好，但他们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纯自由是出问题的，所以这个在美国也不敢，一般不敢有人提，这绝对不敢有人提的，但是这个片儿就敢提，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儿就像邪教一样在美国迅速的这种发酵，因为他提了很多美国人一般不敢说的事儿。这里边其实我觉得这片儿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点是在于他所有的东西全都会在后边严丝合缝的给你合上，对，就是他脑洞这么大是能够给你圆回来的。 就我们知道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他就是脑洞大完之后的话，这东西怎么结束啊？啪，我给你讲一新故事。哎，对对，就说起来就是哎，不得不说这个，对，我前一段看一个国产片儿，轻松加愉快，前头特别棒，就是到最后回的那笔回不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普遍，其实是普遍的情况。写作层面，其实这个并不是拍，有很多都是在写作层面就会出现的问题。在剧本创作就有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还是创作出发点不太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迎合群众或者迎合那些大市场面的东西。对。所以他，你再让他收的时候，你发现，哟，他开始不想这么写。但是为了迎合之后，他这剧情发展到那儿了，他自己合不上了。就是他一开始还没有坚定说我要干什么。
对对，就是你说他开始可能就是挖坑为了让大家感兴趣，哎，最后坑是填不回来的，但这个片特厉害，所有坑都填得回来，而且是一集一集一集，就是很多集你觉得没填回来，到后头你发现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从一开始主创人员就没想去迎合你的口味，对 对, 对，只想是我觉得这样爽我就这么来我真觉得是这种想法，你们爱看不看知道吗，爱听不听吧，我对对对 对, 对刚才说严丝合缝那个梗，就包括他其实主创人员在等了20多集之后，其实你知道就是瑞克坐车是不系安全带的，就这么一个小的东西，那其实前面这几集你都看不出来是挖坑，但是到后边的时候，突然有一集老爷他们那个不是把自己身体里的毒素都清除出去了，这个时候老爷开始系安全带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对，就是但是这个性格就发生了改变，就是他其实是不关心茉莉的死活的，嗯，但是另外那个特别邪恶不系安全带的那个身体是毒素的那个，其实他是特别关心茉莉的，嗯，就是他把整个这个东西全都给你严丝合缝的给填上，对于处女座的人来讲看那个片特别爽，你不是处女座，不是，但我不是，但肯定有啊，确实是，对哪集印象比较深，除了刚才黄瓜那集对，我觉得那个有一个平行空间，它里边全都是瑞克和所有的莫蒂，就是那集特别，就是瑞克莫蒂大本营，我觉得就是。然后他们那里边相当于是有一个瑞克莫蒂，一个跟联邦政府似的东西，然后他们在那里边集合，然后要去对抗别的那个地方对他们的一种侵害或者怎么样，反复在好几集里边都出现。我觉得在第二季里和第三季里边它都出现。然后他们那里边人为什么都要刷这个 C137 这个宇宙里边的瑞克，就是因为他是 The Rickest Rick， 就是因为他是最 Rick 的 Rick， 他这人就是怎么说，就是相当于是这整个所有平行宇宙里面最操蛋的一个，就是也是最关心他们家莫蒂的一个，我觉得对，是就因为其他就是他们到那个大本营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就是外孙子都是搁在超市里边可以卖的，因为片头就有嘛，片头就有嘛，就是好几个瑞克在那块看，老爷在那看我要买哪个莫蒂，因为就是莫蒂可以屏蔽他的脑电波，就是可以不被其他人逮到，而且莫蒂还特别逗，莫蒂有一个学校专门去说你们是以后要服侍瑞克的，然后就是专门有一个学校是帮他们培养他们的技能，告诉无论你长得是蜥蜴脑袋，还是说你长得特别帅，还是你是长得特别胖的，没关系，只要那个瑞克来了之后到时候能挑到你的话，你都该干什么，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原则全都得培训的，特别厉害这个，但是主宇宙的这个虽然他们说是最混蛋的一个人，但是他实际上是最真正最关心他外孙的，就是他真正对外孙是有爱的，而其他那些对外孙是没有什么爱的，拿外孙完全当一个工具，是吗，我每集我都觉得这个老爷对这个外孙浓浓的这种爱意，对对对，特别爱，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特感动，说那个老爷我有什么科学题需要那个你来帮我解决，每次那个老爷都答应，啊好没事什么随便吧一会儿来什么之类的，我就哎呀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有一集里边就是他们分裂时空那集，就是他们在那个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吧，那里边哎还是第二季最后一集，第二季第一集是第二季第一集，他们当时是把那个时间给冻住了，然后他们开始收拾房子，为了怕那个他爸他妈回来之后揍他们，然后呢那个大家把那个时间给重启了之后，发现就是有一点因为那个莫蒂他对这个某一个东西不是特别 sure， 所以就是时间就分裂了，分裂了之后后呢他们就想一个办法要把这个时间给捏回去，但是在捏的过程当中吧造成一些小插曲，后来时间就分成了4个，然后16个，然后64个，后来呢在这64个时间里边有一个时间的那个莫蒂没有把项圈给带回去，然后这时候就是时间就要崩塌了，然后这时候瑞克呢就把自己的项圈给了他，然后这时候说了一句特别感动的话， Be better Morty, be better than me，这什么意思，他就说是那个请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变成一个比我更好的人，然后这时候他选择自己去死，然后呢把那个莫蒂给弄到就是真正的生活里面去，然后这时候在他快死了的时候他又发现那个项圈又飘到空间里边，然后这个时候他本来还在那儿祈祷祈求你原谅我然后什么的，我现在还不想死，然后后来他发现那个项圈并把那项圈修好了，然后回到真实里面就说 fuck god， 可以把他想象成他是一个会说脏话版的 Sheldon， 平行宇宙撕裂的那一集，就刚才我也说了，就他能够真的让他们同屏出现他们几十个画面，然后不停的在说话，他们遇到了一个四维生物嘛，五维生物反正就一个高维生物，他看时间人家是当平面来看，这都不重要，这都不重要，但是那个生物是一个睾丸那个生物是一个睾丸，长着嘴还滋着毛，就是
不是他好几集的这个人物都是腮帮，搞完都要找在腮帮的这个地方，就必须要生殖器外露。这好像也是，我记得是第五元素还是那个 Man in Black 呀？早期的一个科幻片里边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哎，对，他只是像，他只是像，那个并不是是，但是这个片就不停的让这种搞完的外星生物出现，然后那个去外星山都是那种屁股山，然后外往外出噗喷屁，就是这个片特别脏嘛。有一集他们穿越平行时空的时候，就是去了也好多你都不理解的地方，比如说什么。黄油老奶奶世界，就是进去了之后，所有的地全是特别滑的，然后所有的老奶奶身上全都涂着是黄油，嗯，然后在里边滑来滑去的，就包括你刚才说放屁的那个山，嗯、对、啊，包括去了之后那个地方看上去是像是那个叫什么，嗯，杰克与魔豆的那种，嗯，感觉，但实际上里边的那个国王其实是一个特别邪恶的大魔王，啊，对，还有一集就是所有的椅子都坐在人身上，然后所有的电话都在拿着人打。就是互相，哎，这是广告那集吧？对，就是广告那集。人坐在椅子上打电话说我要订一个披萨，然后他们后来去了另一个平行宇宙，那个平行宇宙是披萨就变成人了。披萨坐在椅子上拿着人说我要，哎，是拿着，反正就拿着另一个东西说我要一个人，拿着我也忘了拿着什么了，说我要人啊，对他拿着电话说我要一个人，然后再下一个画面就是电话坐在了椅子上拿着一个人说我要一个啊，坐在披萨上说我要一个椅子，就全部是这么转着圈的，直到最后的时候是到了一个是谁坐在人身上，然后椅子坐在人身上，就全部都是打电话说我要电话，然后他们去吃饭的时候打披萨说我要电话是吗？对对对。完了，已经乱了。就是他这个整个的戏的脑洞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开的，有的地方就会让你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都凑动的元素，全都给你打乱了。而且还有的是说，他能把这个平行时空不仅仅是玩在穿越这个梗里边。他有一集我记得特别逗的是，他姥爷因为他拿了一个叫穿越，就是时空水晶，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这时空水晶呢，它不仅仅在刚才我们说的那集里边它能打枪、嗯嗯、这子弹直接到另外一个就是平行时空里边，它还能做成电视机，做成一机顶盒，然后他们在家里边特别无聊的几个人在那看那电视剧的时候，老爷就站起来说你们这看那电视剧都太弱了，然后就直接拿过那水晶来啪往上一插，然后告诉我们来看看平行的世界都发生了什么。 想起来那集非常有意思，完了一家人坐着看电视都傻了、嗯、对，主要是他真敢这么干，这是他胆儿特别大。然后他里边演的电视就是上来之后是玉米人再去演电视剧，而不是说正常的人类了，包括里边还出现了各种奇异的广告啊等等的。但特别逗的是当老爷拿出来这个之后，大家家里人就是爸爸妈妈知道说，哎，我能看到平行时空里边是什么？他们播着播着电台，突然发现 Jerry 在演里边的蓝，就是什么那叫什么来着？云图，嗯，阿特拉斯 ，Cloud Atlas， 然后演那个电影，说，哎，平行时空我竟然是个演员，这么牛。Jerry 那、嗯、Jerry 在看那集，好那集里边还有那个叫什么？消失的爱人吧，后来他爸还回去找他妈，好，他爸妈好，好，我一看到那儿，哎，怎么那么像啊？就是他妈好像一直在设计那个，一直设计好多埋伏，完了让最后 Jerry 被一帮警察追着跑，还裸体骑一辆摩托车什么的。这其实是这样，就是他就是家里人都知道说能有这个平行时空了之后的话，然后他们就是姥爷就说。我不想看这个，我们来看看更有意思的吧。然后里边有一个叫什么摸蛋人的一个、哦、对摸蛋人的一个什么那个就是史泰龙似的那种感觉的一个东西，说我们来看这个吧。然后家里人都不同意，然后他们就拿了一个那个能穿越时空看自己别的生活的那种眼镜给到这个爸爸妈妈还有这个 Summer 了。嗯，对，仨人拿到之后的话就在那抢，像狗一样的在那抢，抢完之后带上自己看。然后 Jerry 一看之后说，哎呀，我在跟那个尼德普，对，我在跟约翰尼德普正在，哎，是不是 一起吸白粉啊？这可以说吗？好吧，就是美国的可以说啊，他们正在吸面粉，然后呢，给他妈之后，他妈一看说，哟，我成功了，我不仅仅在给马做手术，我现在在给真正的人做手术，眼泪都流下来了，嗯、两个人特别兴奋，然后两个人就是能看见自己的、女儿还看了，女儿看的最逗的是说。黑的什么都没有，转了好几个他还告诉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然后突然转到了一个他还说，哎，有，我们正在玩那叫什么 YASI， 我不知道那个游戏是什么，反正就是跟大富翁吧，咱就这么理解，我们在玩大富翁。告诉说那就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没什么区别、嗯、女儿发现说这自己的生活太平淡了，嗯，但是爸爸妈妈发现自己，哎，我们的生活实在太好了。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梗，就是两个人说，我们俩当时如果没有结婚，不是奉子成婚的话、嗯、我们就把你给做掉了，对，我们俩的生活就会特别的好。十七岁的姐姐发现啊，失误，我是一个失误，那我这一定要离家出走啊，我不在家里待了，然后就离家就真的要出走了，说我这出去之后跟绿松石搞点什么关系、嗯、做点什么东西、嗯、反正比在家里强、嗯、这两个人其实就一直在那块，其实
意淫吧，嗯，自己的平行时空生活是这么好，而且他戴那个眼镜是第一人称视角，虚拟现实的感觉，真的是自己家里又养鸟，然后他又能上大游艇，跟什么女明星睡觉什么的，觉得都过得特别好两个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他们那个看到说这个有一个新闻叫 breaking news， 对，这时候老爷跟外孙正在外边看平行宇宙的电视呢，对，然后正在刚看完那个叫什么摸蛋人的那个电视剧，嗯，突然一转台看到有一个说有一个 breaking news， 然后这个 Jerry 著名的这个 Jerry Smith 导演兼演员，然后正在外边骑着单车，头发剃了一半跟疯人似的，然后在外边跑，不知道他去哪儿，而且最逗的我不知道外边后边跟了一串，一边慢慢跑到了一个大的 house 旁边，打开门一看是他媳妇儿，嗯，然后他说Beth， 我从高中其实我就爱上你了，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后边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梗就连上了，你那个消失的爱人，我觉得那个很像，知道吗？的确他其实就是借着这个梗，就是两个人即便生活都已经成功到那种程度了，但他们其实在那样的一个生存环境里面，自己还是有很多的不如意，他不喜欢演戏，他也不喜欢给人做手术，也不喜欢孤独，也不喜欢跟女明星睡觉，其实也许就这两个人就有反省了。所以我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我就是最多的还是感动。对啊，就是真的，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入到这个 Jerry 这身上，有时候也会带入到那个 Modi 身上，嗯，所以有时候可能看似很好搞笑的东西吧，但是我觉得特别真实，就真的是会敲到我内心的一些地方。对，其实真的这集的结尾非常的漂亮，就是这个妈妈终于实现了，在平行宇宙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其实我真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如意，没准在平行世界会过得更好，没准会遇到更合适的人，然后这个爸爸在平行宇宙里边也真正辉煌了，但这个时候他内心深处还是最原始的那个爱是没法去消失的，因为瑞克莫就是爷爷姥爷跟外孙在电视里看的是一堆车在追这个，在追爸爸嘛，然后在屋里边妈妈用平行眼镜看的是自己在喝酒，在忧伤，在孤独。这个时候突然听到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就是那个剃了一个一半剃秃了的那个明星爸爸，阴阳头明星爸爸就来去表白，就说我现在一切都不如跟你在一起。就其实你能感觉到那个平行宇宙里的两个人，他们可能更希望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有挺强的，虽然他都很混，但是他有很强的治愈性。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去羡慕，希望平行宇宙过得更好，那没准平行宇宙的人其实也羡慕我们的生活，也会特别有代入感。嗯，大闹宇宙的那些情节里边，哎呀，每次看完之后还是特别感动，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完之后我还是感动很多。对，他会多一些，因为他可能更真实，因为他有时候他的人性很真实，上来第一件事是性，没有什么多聊的，就没有什么多，别跟我讲正义，上来先是性，然后他再给你拉回到人本性那种温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跟你是接近的，跟你是真实的。我觉得是更多是一种勇气，就是他在这个动画片里，嗯，他的这种选择，这种对这种决定都是我在现实中不敢去想或不敢去。对，就是关键就在这儿，就是像这个爸爸也好，像莫蒂也好，他们的选择是勇气，是为什么？因为开始你真的能带入到他，因为我们都是这种，我们不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这种选择好一点你也感动不了，因为他是美国队长。但是这里边做出这些决定选择的人都是不光是普通人 loser， 然后就是内心有一些小邪恶，小这种小坏啊，或者这种下限非常低的这种人，他们跟我们是类似的。他们会讲这些人怎么看毛片，对吧？就是这些看毛片的人去正义的时候，就会让你更感动。有一集就是汽车电瓶没电了，然后这时候他就下车，然后就说：“哎，我得修一下我这汽车电瓶。”然后Summer说：“那你修去吧。”后来他就说：“Summer，你留在车里面别动，我跟那个莫迪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瑞克造了一个微世界，然后这个微世界里面的人就每天都在做工啊什么的，就是为了给他的汽车供电。城市里面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但是这城市里面人有一个人是一个科学家，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用每天都给这个供电，我们可以就是不给他供电，然后我们可以再造一个小的那个微世界，然后让他们给我们供电。然后这时候他们又跳到另外一个小的微世界里面，就是那个微世界造出来的一个微世界，然后他就进到那个微世界里面去，然后那个微世界里面也有一个科学家，他也马上就要发现一个秘密，就是说他们也不用自己在这儿供电，然后他们也可以再造一个微世界，再给他供电。这等于就是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啊。对，这里边他的那个时空穿越的这个梗，真的不是只是玩在一个传送枪而已，就是人家怎么都能玩，横着能玩，竖着能玩。对，我的一个汽车电瓶，我就可以做文章了。其实他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在于一般的戏剧创作上是已经
不敢这么干了，就是你一个梗反复用，对吧？一般来讲一个梗连着用两次人就会觉得重复了，用三次觉得俗气了，但是他们就敢混着一直使，反而用多了你就会觉得，哎，他怎么那么大胆儿？他为什么敢违背这个戏剧规律，对吧？因为我先把这个说了，就是他们去一层一层的进这个电池的这个过程，就是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进去之后，先是就是这个外孙会质疑老爷，就是你干这件事是奴役他们，对吧？等他们再往下穿的时候，老爷开始质疑他所创造那个世界里的科学家，说你创造了一个世界，你让他们去给你供电，你在奴役他们。他们每一层都是这个关系，反而这个戏剧冲突就出来了。他们那个解释还都是一样，他们并不是奴役啊。对，你想他们之间都是相互有做工之后的话，然后还得到支付，他们还得到了那个就是金额等等这种东西，是被给钱了嘛？他们是有成果的。然后那个所有的人的回复都是一样，你这就是变相的一种好的说法的奴役而已。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的生活不就是每天你必须要去工作吗？然后你得到这样喷麦，别离着太大声啊！就是我们生活不就是这样，你每天要去工作，然后榨取你的剩余价值，这不对吧？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吗？因为我想到一个什么，你先说，你先，因为我想到黑镜不有一集就是这样吗？跑步，未来世界大家跑步就行了。对，因为我想能量是守恒的嘛，你这一天你总得干点什么吧，得把你这能量消耗出去，你再吃饭是吧？你如果不干这个，那你去干什么呢？我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微世界里边，每人都每天有一份工要做，用你的这个做工来换取价值。对，就是。就你别管你干什么，反正你总得干点事儿吧。他其实整个的这一套，你想他的那个方式是说，你这儿做的大部分的东西的话，能给你的城市供电，同时有一部分邪恶的能量，你可以送到火山里边。这样的话，那个能量其实送到火山，就是给那个瑞克的车来充电了。他是这样，那个就是剩余价值啊，就等于你正常做的其实是给城市做贡献，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就被 Rick 拿走了。对，他就像上帝一样。如果要打破这种奴役的话，如果他不做工的话，那他们要去干什么？奴役别人，就是他们每一层，他们每一层不做工的解决方案都是创造一个微世界去奴役那里的人。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吧？也有点像咱们上班嘛。你要不想干的话，那你就当头。对，你让你下属，你让你下属干。哎，一层一层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时候打着这个是不是反奴役的这个口号，是不是都有还是有目的？对啊，所以最后公司最后你发现都是基层两个人干活嘛，就跟小偷公司一样嘛，两个人偷四十多个总经理。原来咱们十几年前的春晚的小偷公司这个相声就已经揭示了这个科学道理。它非常有种讽刺感嘛，其实很像，而且包括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最后他们把最底层的那个给最底层的那科学家自杀了，应该是，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是他妈专门为给人供电的，然后一层一层最后全都是。不实现之后，就是老爷造的那个电池里边那帮人，最后回到了供电的时代，就是他们还继续供电了，继续去发现，只有在供电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在不停的被奴役的情况下，生活才是幸福的。不仅仅是觉得是幸福的，而是他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那个宇宙就会被毁掉，对对对，社会就会被毁掉。嗯，所以他必须这么做。瑞克就非常自信的把车一关，然后一打火就着了，就走了。对啊，他们还说呢，说为什么就是咱们都没解决问题，怎么就能着了？要是说那个人很聪明，他能看出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如果不做工的话，我把这个电池换了就完了。对，我看这个时候，其实想的更多的是跟那个模拟人生的似的。我老觉得就是，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是一种那个虚拟的，没准有一个更高端的一些生命，然后再奴役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是由细菌和病毒还有那种微生物来统治的。比方说，一个人得了那狂犬病毒之后，他就会开始咬人。那你说细菌这还有病毒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是不是有思想的？其实我觉得他是有思想的，只是人没有发觉他们那种思想的那种特征啊，或者说那种意识形态而已。你的肠道里面或者说你的消化道里面没有那些酶，其实你就直接死掉了。都离不了的一个东西就是这种消化酶。所以说细菌和病毒没准是更高意识形态的一种东西。第一，它是永远无法被消灭的。还有就是所有人其实都是依赖他们来生存的。人每天就是说你吃啊喝拉撒其实都是为了他们活着。还有一种可能，为了活着，他的那个活着，整个人活着是为了瑞克能在你身体里去建一个人体公园而活着。故事他其实每一集我们看似全是独立的，而且这个里边其实最早的时候说过这两个人是来自 C137 宇宙。但是这两个人实际上现在生存的宇宙也不是 C137 了，因为那个他们是把自己那世界给毁了，变成了另外一个肉咕噜噜的一个东西，然后自己来到了一个新的宇宙。对对对，正好这个宇宙呢，这里边的瑞克和莫蒂全都自己死掉了，然后他们其实是给人埋了，给人埋了之后，然后
那个谁茉莉还说呢，我每天就离着自己的坟有20码的距离，然后我在这儿对从窗户还能看见，对窗户还能看见，就天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存呢，等于是说其实这个已经不是四幺三七了，但是这个背后还更乱。嗯，就实际上是这样，就这个你看起来一集一集好像都是单独独立的，但实际上这个故事讲到后来是被铺了一个大梗的，也成了现在这个故事里边很多死忠粉就去追去探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就是便便洞先生。那个人是一个符号，因为在有的集里边出现过，出现过之后他就变成了说这一集我是不是还能在别的一集里边照片能找到他，还是在另外一集里边某一个种族其实跟他很相像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是很多粉丝把它已经变成一个穿成一条线。因为它其中有一集的故事是什么，有一集故事就是说他们的家被一种外星生物入侵了，这种外星生物就可以在你的大脑里植入，认为你认识我，认为你好多年前就认识我，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不停的繁殖，然后就比如一说这个是谁谁，这是我哥哥，但其实你哥哥都不存在，然后这个你明白吧，然后就后来哥哥还给你带着你回忆，你记得以前咱们一块儿去游乐园还跟你妹妹，这时候你妹妹也突然就出现了，就刚才上一个镜头没有呢，这个镜头你妹妹就出现了，然后再就这么一个外星生物，然后他们第一个出现的是这个爸爸的哥哥，然后被这个老爷给拿枪打死了，告诉他们有这个他是一个坏人，然后这个时候老爷说打击 Jerry 对对对对对，是，然后这时候老爷把这个另外一个长得跟屎一样的朋友叫来说，你看这才是咱们的好朋友。其实你在观众在那会儿会觉得这个老爷也被入侵了，这个便便、哦、这个便便先生一定是个坏，一定是这个寄生物嘛，然后就会屋里边就开始就又出现一个人聊，又开始越聊人越多，最后屋子里全满了，最后他们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甄辨这个人是不是假人，就是你对他有没有坏的记忆，说这个生物是给你的记忆全是好记忆，没有坏记忆，就这个人没干过坏事，那他们就想谁没干过坏事就把谁打死，然后在屋子里就进行大屠杀，然后这爷爷老爷这个外这个说老爷错老爷外孙子外孙女爸爸妈妈，之前我们讲你能听出来这几个人关系不是很融洽，每个人对对方都有坏印象，所以他们都存活了，最后所有人都杀完了之后，他们在进行第二天的早餐的时候，便便先生还在，这个时候妈妈就很奇怪便便先生是谁，就想半天，然后拿枪啪给便便先生打了，大家都觉得故事该结束之后，便便先生突然流血了我是真的，难道你我对你没有坏的做坏的事情就该死吗，就是这个便便先生真的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没对这家人做过坏事所以被怀疑了，其实观众就会非常的就是不解，因为我看的时候很多弹幕甚至有一个小妹子还特意发微信问过我，因为他也看他问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的，因为每集结尾会有一个彩蛋，在彩蛋的时候是这个便便先生在做康复，然后那个一家人在就说哎呀真对不起把你打伤了，但是你发现其他集是没有的，但是这个集开始时候是这么独立搁着的，但是到后来观众看的时候会发现有些集里边是有这个便便先生的，这个便便先生没有作为主角出现，会在一个就是一个群演啊，对，一个合家欢的照片在哪哪哪搁着，里边是有便便先生的，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人在猜这个便便先生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宇宙，而且包括这个主创其实也非常用心，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埋成梗。我们你刚才说那个 OP 这一集的 OP 所有全程都有便便先生。其他集都没有。对，这部剧的高度就是人家主创人员的这个耍混蛋动真脑子，因为现在好像有一种说法，这个官方开始没承认，是在第三季演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便便先生是偶数集会出现，反正就说单数集是出现，偶数集不出现，类似于这种。但单双来区分两个宇宙，这个故事一直讲的是两个宇宙的事儿。对，因为那个刚才说那个双数那个也未必，其实就是未必是对的，没准人家就是主创两人说，我就觉得这么好玩，对对对，我就在这儿安一下，那儿安一下，也许这其实每一集都是不同的宇宙，也说不定，也没准都是不同宇宙。对，但是在最新一季结尾的时候，这个便便先生以特别明显的合家欢的照片出现在他们家冰箱上了，在故事里边就是。他妈妈在关冰箱，忘了谁在关冰箱的时候，冰箱门上有特别大的照片，是便便先生跟他们的合家欢。然后在整个第三季结尾的最后的彩蛋是便便先生又出来了，说反正意思我受伤了，我锻炼身体，然后我找工作了，我有媳妇儿，家里边有媳妇儿，有点跟那榆树街似的，家里边有媳妇儿有孩子什么的，我生了一小便便这样，说到时候你们等着新的回归，我还回来什么的。可是你看那便便先生出来那集里面，他们明明知道有这么一个客人在这儿，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他准备餐具，所以我一直觉得便便先生其实是不存在的。大家猜嘛，存不存在看看，所以很有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剧的时候吧，你就发现你会被他牵扯着走，对对对，乐在其中。嗯，
就我觉得那个豆瓣里边有一个现象特别逗，他们好多那种长评论那个标题全都是我们之中居然出现了叛徒，到底是谁打的四分哦，应该全五分才对，这部片子必须是十分，到底是谁。动画片里边这个主人公这些口气在说话了，很有意思。对啊，就大家可以角色扮演，挺有意思。他就是他有他的定位，对，人家不是定位说我们是一个大众向大众向的东西，人家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做完第一季之后火了之后把他自己包装成了一个IP，包括其实很多的，你像《异形》整个的宣传片之前有一版就是跟瑞克跟莫蒂去结合的，嗯，包括其实它里边其实跟一些像那个咱们前两天咱们四川辣酱，四川辣酱事件，包括那个正义联盟，正义联盟我们也聊过彩蛋等等这些东西，它真的是已经变成了一个 IP 化的存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以自己说，哎，我真的是个 IP 了，我有手游我也出了，他出手游了，然后有游戏嘛，然后那个包括动画片包括各种的这种联动，他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和现象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 IP。 但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国内要做东西的时候，先其实给自己定位成我们就是一个 IP， 我们先得去做一个影游联动吧，我们先做一电影，他就是片还没出呢是吧，对，还片还没出呢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给你做布局，我们做一个五年布局，做一个 IP 生态圈，对，整个生态圈，然后最后得做汽车嘛，那汽车可能好多东西又被咱们给玩反了，对，人家先是这东西先好看，对，先是引领了一个怎么说一个风气，或者引领了一群用户，是吧，成为一个被追逐的一个偶像式标志式符号式一个东西，他就自己形成了 IP， 然后其他东西是附加上来的，对，而他自己本身你想第三季结束了，按道理说应该第四季是稳稳的，现在好像也没有明确说第四季怎么样，不是他每一季每一季的更新时间都不定，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小成本非常民间，但他自己那么好看，这要是说搁中国我倒得定出八季来了，对吧，所有东西都定了，他没有，他还是先来个两亿注资八季还得一年内播完，对，所以他真的是还他创作团体还保持着他那种就是创作力，他没有，对，因为他很明白自己的定位，没有被投资人忽悠，你要先做一个 IP， 然后做一个平台，他里边很多的这种联动都是非常隐晦的，包括他里边那个罗兰德自己做的有一个叫 Gravity Falls 怪诞小镇，他那个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梗，就是那个人在打开传送门那一刹那自己的杯子笔什么的飞进传送门了，这个在瑞克莫蒂里面是有联动的，对，是有，但是这种东西也有，你不是细节的粉丝，其实你很难看到，真的就是我觉得粉丝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你才是一个文化，才是一个现象，才是个 IP。 其实关键是他粉丝现在这么庞大，嗯，是吧，口碑这么好，嗯，但是人家还可以不受影响，保持自我，就保持自我，这个很厉害，我觉得是不是有时候跟环境有关系，就是说他现在这部动画片他的这种怎么说，他所产出的这种利润可以让能活下来，明显第三季投资肯定不是小成本了，但是他依然保持着那种创作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很难得，他能活下来，他肯定能非常优越的活下来，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作为创作人就是你简单说就是我要一直把混蛋耍下去，而不是说我耍这个混蛋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耍这个混蛋抖这个机灵是为了我后边能拍一个网络大电影，然后我去圈一笔钱，他不是这个思路，就是我喜欢这个一直做，我估计这两个人可能未来会去参与到其他电影的更多的制作里，但是这个片子作为他要保留的东西要一直做下去，我觉得是这样啊，的确也是这样，现在其实看他们俩整个就是后边要去做的东西的的确签约了一些新的电影，对，包括电视剧都有新签约，因为那个丹也是丹哈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制作人嘛，其实怪诞小镇就很那个罗兰德其实也是在迪士尼那边其实也是很成功的、然后所以的话其实这两个人本身他们是有自己的东西的，这个真的是两个人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怎么说就一个自己的事业，我觉得他一点一点要做下去，他们是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艺术品来做艺术品，但是这个艺术品可能跟我们一般理解的艺术品不太一样，它并不是能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品，他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可能就是混下去混蛋下去，我要把睾丸贴到满处都是，这就是我的艺术，但是那是我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这个片子就一直是这种状态。其实你看就多说一句啊，就是你看我觉得这片子平行如果比较的话，我觉得性质上或者它的那个就是屎尿屁的这个方面的话，跟南方公园是非常像。哎呀，我还是挺带入 Jerry 的，我在家里就是属于这么一个地位的。他回屋了，我可以说一下。在播的时候，人家会听到的。我也只能是利用这个咱们这个电台的这个机会，才能吐露一下。还继续，我想说，南方公园拍了20多季了，你想他其实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这种 IP 化产业链条上面的一些东西吗？其实并没有特别多，游戏，他就有对，但是不多，真的是不多。他们其实是
你而他的很坚持，对，这个很重要。你像瑞克跟莫蒂现在虽然只有三季，嗯，虽然老爷吐槽说我们至少九季，嗯，我们可能无限的拍下去，嗯，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他们制作人的一种心声，就像你说当成艺术作品，我永远的把它做下去，嗯，我能看把它走多长，对，不是说我把它当成一个圈钱的事儿，我做个 IP 然后学做这个拿点钱那个拿点钱，对，不是这个真的不一样，因为他明显他要通过别的方式挣钱，就是我自己因为这个片拍得好，我自己在别的事儿上边人会去找我去做，因为这也是国外的一个那什么，你自己作为东西做得好就会有人去发掘你做其他的东西，嗯，然后你自己这个东西可以保留，国内没有，对，国内是很难，国内大部分是想把你的 IP 买断然后让你滚蛋，对吧，很多都是这样，把你的 IP 买断然后人走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各种，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人出了名的话，就是你会在各种的地方挂名，就这个挂名，挂名，这个就是个人 IP 了嘛，就是挂名的现象现在也时有发生。其实有关瑞克与莫蒂这部动画片的一些话题，嗯，我们以后有时间还可以再聊一聊。当下这个一些热播的动画片其实很多，包括马南波杰特，嗯，是吧，嗯，包括刚才那个金花也提到怪蛋小镇，怪蛋小镇也是这个对瑞克莫蒂的制作人，对，那个也不错，那也是我特别爱看动画片的那几年同时出的几部好片子，嗯，对，哎，这种动画片吧，你像人家也做的很短，20分钟一集，我说信息量太大，但是信息量特大，人家不是说这20分钟我糊弄糊弄过去，人家真的是在这20分钟里边把很多1小时的内容2小时的内容放在里边，嗯，对对对，嗯，先聊到这儿吧，好，拜拜拜拜拜拜。I like what you got. Good job.